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各位同学再次收看成本会计的课程播出。在本讲次我们要跟同学介绍的是有关制造费用的控制啊。好，那在本讲次里面我们要跟同学介绍的有下列这几个主题。第一个就是制造费用的意义跟它的种类，第二个就是预计制造费用率的分摊率的计算，第三个就是制造费用它的会计处理。好，那我们依序来跟同学加以说明。首先来跟同学介绍的是制造费用的意义。好，什么是制造费用呢？制造费用是指说我们在生产的过程里面，好，一些不能归属于直接材料，好，或者是直接人工的这些生产成本，我们就把它称为制造费用。啊，那通常它包括的有间接材料、间接人工跟其他的这些制造费用，哦，这些制造费用都是属于我们生产里面，哦，就是也必须所要有的。虽然它的重要性可能比不上直接材料或直接人工那么直接可以归属，但是也是生产里面不可或缺的一个项目。啊，那我们了解它的意义以后，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说，在我们会计上来讲，我们对一般制造费用，哦，它的种类有哪些呢？哦，一般来讲，我们对制造费用可以分为三类啊。第一个是无法直接归属于某特定订单或者是产品的生产成本呐，啊，啊，这个包括有间接材料、间接人工、水电费或机器设备折旧等啊，这个是比较没有办法直接来归属于到某一个特定的订单或产品的成本啊，这是第一类。第二类的话就是有关，虽然或许它是可以直接归属在某一个特定订单或者是产品，但是你要直接把它记录的话会有困难，或者是在作业上来讲是不经济的啊。例如啊，我们的进货运费，进货运费可能是会，我们是可以知道说它是为了什么的进货，哪一批的，但是因为进货的话它的商品哦，相对的材料的话可能分散到各批次里面，你要再把这个运费再做这个分配可能是不经济的。好，所以我们也把它当成这个啊，哦，制造费用。那第三类就是说，哦，虽然可以直接归属某特定的订单或者是产品，但是直接记录会有失公平啊。哦，例如哦，像加班津贴或者是休假的给付，这种来讲，当工人他可能加班所多付的薪水，这个固然有的时候是可以来直接来归属说啊，这是哪一批或哪一些产品或哪个部门，但问题是我们知道说工人他的加班给付，这个有时候往往并不是工人的因素，这搞不好是生产公司规划或生产排程错误所造成的赶工效果，这个并不是工人的错。那你把这个工人的啊加班的这些给付的话，并到这一批的产品或部门的时候，哦，可能也是会不公平啊。所以像这种的话，我们就把它列为啊制造费用里面。好，那我们了解的制造费用它的种类了以后，那我们接着要跟同学介绍的是有关啊预计制造费用分摊率啊，啊它的计算呐，啊。那预计制造费用分摊率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好，啊，由于这个制造费用的认定和归属都非常的困难，所以有些是制造费用是要等到期末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它的数量跟金额，所以我们要配合我们产品成本的计算，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哦预计的制造费用分摊率来加以分摊啊。当你生产的过程的时候，就先根据分摊率先来预算预计说你这一批产品或者是部门已经用了多少的制造费用啊，哦，这个就是我们的预计这个制造费用分摊率它的一个意义。那它的计算公式是什么呢？好，这个预计制造分摊率等于预计前年制造费用去除以分摊基础下的作业水准啊。好，所以这个公式的观念是
很简，观念是很简单，你把前年的预计的制造会要除以相当的作业水准，但问题是观念计算公式是很简单，但问题是有牵涉到两个变数，一个就是说，那你要预计前年的制造费用，这个前年的制造费用还没有发生，你要去估计，所以这个也是有一些要专业或者是高难度。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它的分母是要说啊，分摊基础下的作业水准，那分摊基础下它的作业水准到底是哪一个呢？那这因为我们知道说一个公司，它你所用的数量是多少，有各种不同的水准，那我们来看一下说啊，我们如何来分摊，选择它的分摊基础，好，它分摊基础如何选择呢？好，第一个就是说，分摊基础必须具有因果关系呀，啊，因为没有因果关系的一个分摊基础，当然它就是一个无效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必须要考虑到说，它的资料的取得的成本效益啊，好，因为我们知道说，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要更精确的一个效果，但是可能你要更精确的数据的话，可能你要花的成本代价很大啊，所以我们要考虑它的成本效益。第三个是为了精确的考量，可以使用两个以上的分摊力啊，好，这个我们说要找到一个单独的一个分摊力，可能不是不切实际，那我们也考虑不同的性质，考虑两个以上的分摊力啊，好，那这个是有关我们的这个分摊基础的选择的一个考虑因素啊。好，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实务上一般啊生产啊它的计算的分摊基础有哪些呢？第一个就是说以生产数量来作为分摊基础啊，啊，这个是最实务上最常用，就是按照你生产量是多少，然后就是来作为你应该分摊的是多少。第二个的话就是以直接人工成本来做分摊基础，因为如果说我们的制造费用跟直接人工之间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因果关系或连带关系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考虑采用直接人工的作为分摊基础。第三个是以直接材料来作为分摊基础，如果说你的制造费用不是跟人工有比较高，而是反而是跟直接材料关比较高的关联性的话，那我们也可以考虑采用直接材料来作为分摊基础。好，那第四个的话可以考虑是以直接人工小时啊，好，因为我们人工成本的话，有的时候有些制造费用可能因为成本的因素，可能除了考虑时间也考虑它的单价，但是我们有些制造费用比如说像水电啊或者是折旧，这些反而是跟你使用的时数有关，所以我们也可以考虑用直接人工小时来做分摊基础。好，那第五个的话就以机器小时来做基础，如果说当你这个公司是以大量的机器化生产的时候，那可能机器是对于你这分摊来讲是比较具有决定性的，所以我可以说以这个以上这几个来做标准这样。那我们可以用哦作业水准的产能水准，我们可以哦跟大家介绍的预计分摊水准是哦前年的制造费用除以分摊这个基础啊，如果说知道了以后，那我们接着是说产能的分类啊。好，我们可以有下列这几个产能分类啊，第一个理论产能啊，第二个是啊这个实质产能，第三个是正常产能，第四个是啊预期产能啊，好，有这四个产能，那这四个产能其实都各有它的意义，我们分别来加以说明。第一个是所谓理论产能，什么是理论产能呢？啊，理论产能是假设工厂在任何时间内均能按照最高生产效率的方式进行生产所达成的最佳作业水准，这个是一个理论上应该是可以成，但是实际上来讲一般是做不到的啊。所以说假设在最理想的状况所从事的生产，它所做的产能是理论产能。第二个的话就是实质产能啊，实质产能是说工厂以实际生产过程遇到不可避免的因素，导致生产过程必须中断，也就是理论产能减掉停工的影响啊，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停工，这个就是我们的实质产能。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正常产能啊，正常产能是就长期的规划以控制，考虑企业季节或循环性的影响所估计到的一个生产的产量啊，这是正常产能。好，那第四个的话就是预期产能啊，预期产能就是
短期规划与控制的观点，在每一个年度里面预估下一年度实际发生状况所产生的产能，这就是一个预期产能。好，那我们把以上四种产能的观念来跟大家做一个比较。好，我们看一下，理论产能是一个最理想的状况，但是它如果说减掉不可避免的停工因素，这个我们就把它称为什么，这个实质产能。但是实质产能里面，好，如果说我们在考虑到一些季节性或一些循环性的因素，好，那如果说是就比较长期的决定的话，就是我们把它叫做正常产能。如果比较短期的，我们就叫做预期产能。这以上这四种产能，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以图来跟同学加以说明。那我们等一下再接着跟同学介绍，好，这个各种产能的实例说明。好，那我们刚才跟同学介绍了有关各种的产能的标准了以后，那我们举实例来跟同学加以说明啊。好，如果说一家安达公司每一小时可以完成四个制程品，预估正常产能是的销货需求是5000个制程品，那预估明年的销货量是4000个制产品，那该公司机器使用小时为每周是5天，每天是8小时，那全年因假期或休假停工约有10天，因保养而维修而闲置的约有15天。那请问在不同的产能观念下，这个机器的产能各为多少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说，这个第一个理论产能就是最理想的一个产能是多少？我们一年有多少？有365天，每一天可以生产多少小时？8小时，所以这个都多少小时？就是2900小时。好，这个是理论上我们这个公司这个机器一年可以做2920小时，但是这个小时可不可能做到？你不可能啊，你不可能说365天都没有休息或者是都没有维修这样啊。所以说我们又考虑到说下一个比较实际的就是什么？实质产能。实质产能就是理论产能啊，这个2920啊，减掉什么？减掉它的闲置产能，必要的闲置产能。好，我们比如说我们有周休2日，我们一年52周乘以每天休2日，最有多少？每天有8小时，就832个小时，这是休假日。好，那除了说周休2日以外，另外还有假期的休假，一年有题目告诉我们有10天，10天的话，一天是8小时，80小时。还有我们机器需要多少？要什么？要维修。维修要几天？要15天，所以15天乘以8小时，120小时，这几个加起来就是1032小时。我们的理论产值是2920减去1032的话，就是1888小时，好，1888小时。这个减这个的话，这个就是我们什么实质产能。这个就是说，我们机器可以一年可以做的减掉必要的停滞的时间。好，我们有1888，但是这个小时的话，我们这是我们最高的，但是我们是不是需要做到那么多呢？不是，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哦，我们大概一个是正常产能，是在长期之下，我们说估计正常的销售是每年是多少？是5000个制成品，一个小时有几个？可以生产4个，所以就要多少小时？5000个的话，就是要1250个小时。所以1250个小时是我们的正常小时。虽然我们实际上的产能可以到1880小时，但是事实上来讲，我们的需求哦，长期的需求，我们一年也是只有需要说5000个单位，5000个单位只有1250个小时就可以做出来。所以我们正常的产能只要1250就可以的。那我们这个正常产能是说，我们长期的，我们是一年是每年是5000，但是我们预估明年是多少？短期的考虑，明年是只要4000个制成品，4000个除以四的话，等于只要几个小时？1000个小时就可以达成。所以1000小时的话，是我们的预期产能呐。啊，这个是以上是我们跟大家介绍的是有关，啊，这一个，啊，各种的产能的这一个的不同啊。好，那我们把刚才那个例子来看的话，好，那安达公司每年的固定费用是10万元，变动的制造费用率是每小时10元。好，请问在不同的产能水准下，对预计制造费用分摊率的影响为何？好，我们来看，
好，这一个预计制造费用的分摊表，好，我们看得出来说，我们知道说，这一个我们刚才有讲说，各种不同的产能，一个是理论产能，一个实质产能，还有正常产能，还有预期的实际产能。好，那我们说，如果以机器小时来，我们的理论产能是2920小时，实质产能是多少？哦，只要1888小时，正常产能是1250小时，那预期的实际产能是多少？1000小时。好，这个是我们在上一个例子已经跟同学分别解释说这几个数字怎么出来。那如果说我们在刚才的题目的提供之下，我们看一看预期我们的制造费用是多少？固定费用啊，每不管你是多少都是10万块，但是变动的制造费用呢？好，就是每一小时是10块的话，好，这个是2920乘以十，就是2900，那就是1888乘以十，就18880，那1250就12500，那1000就是变1万，那这两个相加以后，就是我们得到我们的合计数，就是我们预计的固定跟变动的预计制造费用的金额。好，那我们把它除以是说我们的好机器小时，所以得出来的话是我们的固定的制造费用去除以这个的话是34.25，这个是52.9，这80，这100。好，那每小时的变动制造费用都是10元，所以我们会得到的是我们每小时的制造费用的分摊率。好，在理论产能是35.25，在实际产能是62.97，在正常产能是90，那在预期产能是110。好，这个当然在理论产能这个是最低的，但是因为这个产能是我们理论上全年无休可以做的，但是事实上我们并做不到这样子。那这个实际上是减掉必要的停工，但是啊所算出来是62.95啊。那但是这个产能我们没有，我们实际上的需要并不需要到我们正常，我们一年只要5000个单位，所以只要1250个小时，所以每个是正常是比较长期是90，但是明年因为它需求又比5000个单位少，是4000单位，所以我们明年实际产能的话就是多少？好，110的每小时的分摊率。好，那这就是我们预计制造费用的分摊率它的一个影响跟结果。好，那我们有这样的说明，我们可以看着说，哦，这一个产理论产能是大于实际产能，大于正常产能，大于预期实际产能，对费用总额来讲，固定制造费用不会随着这个产能的变化而变化，但是这个变动它分摊的话是分摊率是会固定的，分摊率是会随它变化。啊，反过来变动的制造费用的话，它每单位的金额是不会变，但是它的平均的这分摊率确实也会受到它的影响。好，那我们得到这样的结论的话是说，我们这些好，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们的这些预计制造费用的总额啊，好，我们会随着产能的增加而变化的情形啊。好，当预计制造费用的总额的话，如果说是固定制造费用哦，是总额是不会变的。好，但是变动制造费用它是会增加的。好，你的产能如果越多的话，你所使用变动的制造费用，它总额是会跟着变动，但是固定是不变的。好，那再来的话就是预计制造费用的分摊率，它的固定制造费用是随着总产量的增加而变减少。为什么？因为总额不变，但是分摊的产量越多，所以每单位分摊的数量就变成减少。好，那反过来讲就是变动制造费用，变动制造费用的话，它是不随着，它是每单位的变动制造费用都是一样的，所以它是不随着你的产量的变化而有不一样的变化。好，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些制造费用的分摊进行。那至于我们预计前年的制造费用啊，好，预计前年的制造费用分摊率就是，好，预计分摊率就是预计前年的制造费用去除以分摊基础下的作业水准呐。好，那我们好，这个在这一个预计前年制造费用的分摊方法有两种，一个是全部成本法，一个是变动成本法。全部成本法又称为传统成本法或者是归纳成本法，它是预计前年的制造费用中包含了
固定和变动的制造费用，将制造费用的总额作为产品的成本啊，那第二个是变动成本法，又称为直接成本法，它是预计前年的制造费用仅含着变动制造费用，固定制造费用则作为期间成本啊。啊，这个以上是有关我们的这些预计成制造费用分摊率的一个说明。好，那我们等一下再跟同学介绍的是它相关的这些会计处理。我们接着要跟同学介绍的是有关制造费用的会计处理啊。好，那我们直接以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的话，我们举例来说，比如说平山公司本期生产产品一批啊，它投入的间接材料是8万块，间接人工5万块，跟其他的制造费用是3万块，那本期已分配的制造费用是15万啊。好，那我们如何来做这些制造费用的相关分录呢？好，第一个，首先我们是制造费用实际发生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些实际发生制造费用的一个分录。我们从题目上来看，它产生的是8万块的什么？零了8万块的间接材料，那直接所以就代方是带材料8万块，但是这个材料并是属于间接材料，所以我们不把它做到我们的再制品，我们就直接把它借到哪里？借制造费用8万块。好，那同样的，他这个应付新工也付了5万块的什么间接人工，所以我们这个不直接把它借直接人工，所以我们也把它借制造费用啊，间接人工，所以我们也把它借制造费用5万块。好，那我们除了这个直接间接材料跟间接人工以外，我们也还有其他的制造费用。好，那我们可能是用现金或其他代项，我们付了3万块，那我们也是借制造费用3万块。那这三个分录都是在做记录我们制造费用实际上发生的一个分录。好，那这个实际上发生的时候我们做这样分录，但是我们产品在完工的时候，我们的再制品是直接材料、直接人工都已经，但是这个制造费用还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只能用什么？用分配的。所以我们就把我们实际上来讲，我们这些制造费用都还那个年度中的话，其中的话我们都还不知道该如何分配，所以我们只能用一个什么分配的制造。所以我们就借再制品啊，我们题目告诉我们说，本期应该分摊的是15万，好，然后代方的话，这个时候因为它只是一个分配，所以我们不是直接带制造费用，而是带一个已分配制造费用15万。那每一年度中的话，有很多很多的产品陆陆续完成，我们都一直用这种已分配来代替这个制造费用。到了期末的时候，我们要把制造费用跟这个已分配制造费用来加以调整啦。那这个调整的时候，我们期末做调整，好，我们就是说，好，已分配制造费用是在代方的，所以我们就把它借，好，已分配制造费用，假设10万，那这时候我们知道说，制造费假设说我们这个例子都没有其他这样，我们制造费用实际上是发生是多少？是16万，好，所以我们就借方的制造费用16万，我们要把它转销的话是啊，代制造费用16万，那16万跟15万差多少？差了1万块，那这1万块就是什么？少分摊的制造费用啊，啊，就是把差额这做一个调整，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期末一个调整的一个分录，所以我们有关制造费用它的这个。会计处理到大概就是以这样来加以记录啊。好，那我们知道说这一个制造费用，好，制造费用的话会有一个多分摊或者是少分摊的这个现象的话，好，就是制造费用的差异我们要进行的一个分析啊。好，那这个分析的话，我们知道说制造费用它的可以分为什么？一个它的会有产生差异的话，一个就是说，哦，这个支出差异或者是数量差异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说制造费用它的差异分析的话，可以分为支出差异跟数量差异。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支出差异，支出差异就是说预算差异跟费用差异，当实际的制造费用大于估计的制造费用的时候，这个就是不利的差异啊。反过来讲，如果实际上的制造费用小于我们的估计制造费用的话，这个就是有利差异啊。好，那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物价的变动，或者是这些所造成的这些跟这一个价格有关的这些变化的情形啊，这是支出差异。那另外第二种的话就是数量差异啊，
数量差异又等于又称为说闲置产能差异啊。最主要的原因是实际上当实际上生产数量大于已分配制造费用的估计产能的时候是有利差异啊。反过来如果说实际的生产数量小于我们已分配制造费用的估计产能的话是不利的差异啊。那差异的原因就是说我们的产能是不是有闲置啊。如果说我们的能够实际的产能大于估计产能，那就是说我们实际使用的比较多，那我们就是没有闲置的话就是有利的，反之如果有闲置的话就是不利的。好，那我们把这两个差异的话我们跟同学加以说明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这一个实际制造费用跟估计制造费用这中间的话是一个支出差异。那估计制造费用跟这个已分配制造费用这个可能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产能的数量差异，所以支出差异跟数量差异两个构成我们的制造费用的差异分析，也时常就是说有可能是多分配或少分配我们的制造费用。好，那我们知道了这些差异的多分配或少分配的差异的性质的以后，那它的处理要怎么处理呢？好，多分配或少分配它的处理的话，好，我们通常是看它的金额重不重大。如果说金额不重大的话，我们就把它作为当期的这个期间成本处理掉，转为本期的损益或者是销货成本账户。第二种情形，如果说它的金额重大的时候，我们要把它作为产品的成本处理，要把它这种多分配或少分配的差异金额按比例分摊到期末存货或者是销货成本里面。好，那我们首先来跟同学说明的是说金额不重大。好，那金额不重大的话，制造而且它假设它制造费用为多分配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例如平商公司在期末结算的时候，本期实际制造费用以已分配制造费用为多分配10,000元，而且这个金额并不重大的情形之下，它的期末的调整分度应该要怎么做呢？好，我们来看一下说它这个做的方法很简单，它是多分配，所以说只要把那个制造费用借10,000块，那把这个10,000块转到哪里？本期损益或销货成本里面，这样子就可以了。好，那编制报表的时候，多分配的制造费用列于损益表，而在正常的销货成本下的减项就可以。那如果说是制造费用是少分配的话，金额不重大，少分配的时候我们同样的例子是说平商公司它是什么少分配10,000块，那对不起，少分配10,000块，那这时候的分度怎么做就借本期损益或销货成本10,000块，贷方是贷制造费用10,000块这个就是我们有关这个制造费用金额不重大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一个调整分度。那我们接着跟同学介绍的是，如果说是当它金额重大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做我们来看，当它金额重大而且是金额重大而且是制造费用多分配的时候，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平商公司在期末结算的时候，本期实际制造费用以分配制造为多分配100万，这个是属于金额重大。那没有期初存货，本期销货再制品存货跟制成品存货的比例是8:1:1，那这时候它的调整分度应该怎么做？调整分度就是借这一个制造费用100万，然后再制品10万，制成品10万，那销货成本是80万，所以比例是8:1:1。好，那编制财务报表的多分配的资料，分别列在销货成本跟资产负债表的存货减项，这个是我们金额重大而且是多分配的时候。那如果说我们另外一个例子是说，当它是金额重大而它的制造费用是少分配的时候，我们同样的例子只有差在说这个是变成是少分配，那这时候我们的分度就是借再制品、制成品、销货成本是10万、10万、80万跟100万这个分度都一样，只是借贷对调这样。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有关制造费用的一个说明。那本课程谢谢同学的收看，谢谢。